拿2000多块出来，你就可以变成老板娘。Hello， 欢迎收看北西巴蒂，我是 Tommy。今天呢，要介绍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了啊。OK， 他现在已经在那边等我了，我们现在去找他一下。喂，靓女 ，Tina， 哇，很久没有见到你，3个月 MCO 过后到现在，这样最近好不好？因为 Tina 她是 dancer， 所以呢，到现在都没有公开，很惨，不要这样惨。我请你吃蛋糕，我就是因为你请我吃，所以我才来的。Let's go， 我们去吃蛋糕，去吃蛋糕。这个应该可以让你开心起来了吧？OK，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间就是 Union Roastery。 这个 Union Roastery 它总共有7间分行啦。听说它最红的蛋糕应该是 Burnt Cheesecake， 是香啊。OK 哦，它质感不错哎，因为是很顺滑的。很多地方 Burnt Cheesecake 里面都是硬硬的，对，它都是软的，它都比较软一点。它这个是它上面两层都是硬比较硬的那个蛋糕口感，然后里面那个 cheese 呢就比较柔软一点点，而且它不会太甜，因为 Burnt Cheesecake 很容易腻，因为它的味道它的甜度是刚好的。 Coffee Caramel， 如果它的 Caramel 再稍微咸一点会更好。嗯，好，这个我因为我不喜欢 Coffee。 哦，我喜欢 Coffee。 嗯，我觉得还好。好，接下来 Red Velvet， 你喜欢的吗？ Red Velvet， 因为我喜欢吃 Red Velvet，主要因为它的蛋糕的那种 texture 那种口感是我喜欢的那种，然后还有它上面的那一层有点咸咸，我最近越来越爱吃那种甜配咸的那一些。啊，对，我也是喜欢。这样你要吃 salted brownie 啊？啊，那种也不错。发现了、哦，好吃下来。杏仁啊，或者是什么胡桃的那种香味。因为它是那个焦糖。啊，又有那个焦糖一层在上面，咬下去。这个很好吃。你看我选的。会选是不是？它这边呢，这蛋糕全部都非常新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中央厨房就在那一边，然后他们就是直接做了，然后就拿出来卖。其实如果你们想要吃到这样新鲜的蛋糕啦，你们也是可以上网订购的，他们也是有 delivery 的。他们 delivery 呢，就是你们点那个 link 就可以去买那个蛋糕，而且他们蛋糕呢是直接从中央厨房送去你家，所以是最新鲜的，没有的再新鲜的。OK， 因为蛋糕新鲜很重要，对，不然的话就黏黏啊。对，而且放久了过后那个 texture 会不一样啊。还有就是他们的咖啡啦，他们的咖啡呢也是他们自己在这一边煮的。其实我一直闻到那咖啡香。对。哎，不过其实你们女生啊，是不是通常都会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要开咖啡啊，开蛋糕店这样子？嗯，我很喜欢吃甜品，所以好像我会想要就是那种好像有干花的那种咖啡。开啊，怎么不开？没有钱啊。你会要开就开哦，现在还这样子开我们蛋糕店。有没有2000多块？2000多块还可以啦。还可以啦，拿2000多块出来，你就可以变成老板了。这样容易？其实现在呢，这个 Union Roastery 有做一个 Union Partners Program， 就是一些融资计划这样子的。然后就是只要你给了2650，就是一个小股东、嗯，然后他们的蛋糕那些，嗯，随时可以卖，卖到的话你就有的抽成这样子。嗯，由我来讲就没有说服力，我们由老板来讲。好了，这位呢就是我们的 Union Roastery 的 founder。大家好，叫我 Tom 就好了。OK， 好，Mr. Tom， 我想问一下你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什么2650的 Union Partners Program， 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所以这个2650呢，是让大家大众有这个机会可以入股变成我们的股东。同一个时间它也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生意的方法，可以赚取一些所谓的passive income。怎么赚这个 passive income 呢？ OK， 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个很特别的 link， 来下单啊，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客户通过一个 link 下单的话，就是他们的营业额啊。
每一个单他们都拿到一个15%的15%的 referral fee。就是如果一个蛋糕是100块，一粒的蛋糕100块的话，我就可以拿到15块。对啊，没错啊，所以全部的产品，总之在我们的那个网上都有卖的产品，包括蛋糕啊、咖啡豆啊、咖啡啊、杯子呢 ，OK， 食物杯子也有啊，杯子我们 Union 的杯子也有啊 ，OK 啊，全部都是15%的一个 refill fee， 而且他们最好的地方在哪儿呢？他们是什么都不需要去负责，他们只需要成为我们的伙伴，尽量的把这个 link 发出去，给别人下单就好了。我觉得比微商还要好做，因为微商还要囤货，这个不用囤货，这个不需要囤货，是完全不需要囤货。而且微商没有卖吃的，很少。对，如果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 fan page， 然后我就 share 你们的一些照片放上去，哎，如果要买蛋糕的话，就用这个 link。然后在我们 page 的人看到，又或者是在我的微信群的人看到，他们按那个 link 去订，就是我的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、哦。除了这个之外，给了个2650，有十粒蛋糕送给你们。哦。啊，十粒蛋糕、哦、，OK。送十粒蛋糕的话，这个十粒蛋糕是随时要拿都可以。随时拿，一年你们可以拿。哦、没问题、啊、你们可以自己用呢，还是拿去卖出去也没问题。我是鼓励你们卖出去啦、啊，因为是生意嘛。是。说到我是 partner 嘛，说到我是股东嘛，这样子我可能一年的话，我会有些什么样的股份之类的？哦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OK， 一年的话是有一个5%的分红，就是分股息啊，5%，就是你投了2650乘5%。当然，我们的远景是想要把公司做到很大啊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扩充着我们的 coffee kiosk 的模式了，希望在短短的接下来3年5年，我们将会有30到50家、啊。到时候我的个人梦想就是把公司拿去上市了。OK， 所以身为 partner 的话，你是有一起分享这个成果的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想要找一些商机，对，不能打死一份工了、像你那种表演者，对，眼泪都流出来。那像表演者可能没有 job 啊那一种，但是如果你花这个2650，啊，你觉得这2650其实讲多不多，讲少不少，你拿出来投资一个小小的生意，分分钟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那一个利润，对，这样子。其实我会开始这个呢，也是因为 MCO 的发生嘛，啊，我们是以卖咖啡豆和咖啡为主的 ，OK。反而 during MCO， 我们蛋糕的量是超越咖啡的，而且有些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的，他们很自然而然的跟我发出去，啊，然后还有就是介绍很多朋友给我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赚我这笔钱，就是很自然觉得，哎，这个蛋糕很好吃，我介绍给我朋友；这个咖啡很好喝，我介绍给我朋友。他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东西而已。假如我能把这个一个 referral program 做出来 ，OK， 让他们又可以介绍给人家，又可以赚钱的时候，这样是更加好一件事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，好像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联络他们，然后到时候我的影片下方都会有更多的那些 link 啊、email 啊，然后你们可以去问他们，哎，除了2650的这一个融资计划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之类的啊，更大一点的。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心里面2650什么来的，我要多一个零的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 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什么融资计划啊，然后什么什么啊，叫你来投股啊、入股啊这些东西，但是很多都被骗。对，很多人都讲我要融资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认证。对，融资了就跑掉了，然后大家都是花了钱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次我们是跟方乐合作，方乐是新加坡的一间公司。OK， 我依我所知，他们应该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众筹公司。OK， 而且是受政府认可的。来看啊，钱不用出太多 ，OK， 然后又有对不用囤货，又有认证，然后只要发一个link，或者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给你，到时候那种照片我也是可以用的，是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所以 okay,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给你，你只要给你2650进两 member， 他们就会给你一个 link， 然后你就在你的 Facebook 啊、WeChat 啊、WhatsApp 啊，什么都好 ，Instagram 啊，随便就将这个 link send 出去，有人通过你的那个 link 买，你就有一个15%的那个利润，所以就算是还不错。还有十粒蛋糕哦。还有十粒蛋糕。十粒蛋糕吸引人。还有十粒蛋糕。OK， 我们现在谢谢 Mr. Tom， 谢谢 Mr. Tom， 谢谢你们。
怎样 ，Hira 有没有想要去拿钱出来投资一下？哎，我觉得讲真的啦，是可以考虑的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因为很白啊，它重点是你不要讲其他东西啊。啊。它原本它就是，如果说你加入啊，你用2650，你就可以拿到10个蛋糕了，10个蛋糕就已经拿回一半的钱了。啊，对了哦，当然了，还是一样啦，就是做任何的投资还是要谨慎。今天我们只是介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 给你们，你们也是要去了解清楚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今天谢谢 Hira。OK， 好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like and share。如果是从 YouTube 看到 ，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旁边有个叮咚，按下去有最新影片，你就会知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